迷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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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吃都在这里。迷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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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迷你的喂食出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迷你。今天我来到了网易，然后号称猪场的食堂。你听我上食堂就知道，我今天要开启了我吃遍互联网的第二弹，所以今天我要来吃网易的食堂。好啦，跟我走吧。一听猪场嘛，肯定比较适合我了。请给我后面披一道熊熊的那种烈火，就是准备去战场的那种。好期待呀、啊！好了，到了，走走走。这就是我今天的战场。听说网易食堂不一样的是，他们每天都会有不同的菜单，然后菜单呢都会发到员工的手机上。这是刚刚借到的一个手机，来来来，看看看，孜然羊排、铁板烧、咖喱牛肉饼。我们直接去后厨，走走走走。其实经历了上次的经验教训，所以这次我总结了五个字，这叫擒贼先擒王。所以我今天直接杀到了人家的后厨，但是要守人家的规矩嘛。我有没有很丑？这个帽子。好，看我后面就是今天为你们打造的江山，其实后面就是整个网易的。所有食堂的食物的欢迎地了，然后今天你看前面也做了好多，也有好多餐已经做好了。哎呀，我直接杀到人家后厨，如果今天所有网易的员工都没有吃的了呀！来来来，跟我进。拿菜吧，拿菜吧，再来一个。你先给他来一点吧。我是迷你，今天就是我吃遍互联网的第二弹。然后今天我来到的是网易食堂。然后今天呢，我面前这些小碟的菜就是我深入到后厨然后单独打出来的菜。然后这边就是三个炖菜，其实它这个炖菜也应该是大碗的，但是今天我是用小碗装，不然桌子放不下。然后这边呢就是一个，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铁板羊排，但这个是铁板羊排盖饭，然后它是一整块的铁板羊排。然后这边有一份西红柿炒蛋，然后这边还会有一份米饭，然后这边呢就是一份就是臊子面吧应该是，然后这个就是一大盘的那个麻辣香锅，然后这边就是毛血旺和麻辣烫，麻辣烫会配三个料，然后麻酱、蒜汁儿还有辣椒油。这边呢就是他们这儿超级火的那个铁板烧了，然后这边是铁板就是。
头的时候也说了嘛，网易是号称猪场的食堂，他们也会有自己的养猪场，但具体哪道菜是他们养猪场做出来的猪肉我还真不知道。但是我面前呢，猪蹄儿还有这个超好吃，这个肯定是猪肉排骨，这个炖的超好吃，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他们食堂做出来的。我不吹，我在所有饭店吃的那种炖排骨呀或者是炖什么的，这个可以排第一，头把交易就给他了。我不知道别人啊，反正我想吃的东西其实都有了，而且每天中午的菜单都会不断变化的，就是他们都会发送到自己员工的手机上，而且员工用自己的工卡过来刷卡吃饭是不要钱的。我们公司食堂什么时候能做到这样啊，大白姐？哎呀，这个酸菜汤喝着真是开胃，我本来想留一口但是留不住了，太好喝了。要真是一天三顿早中晚不要钱的话，那我一个月得省多少钱啊，没几年就成千万富婆了吧。然后大表姐就破产了，我站下的这个战场。是那种韩式辣酱加辣椒油酸甜的那种辣酱，我喜欢，只是我吃那种辣酱吃的太多了，那是那种酱是我家的日常。我对面已经有健身出来的那种小姐姐，已经健身出来了，刚刚路过的时候恨恨的看了我一眼。我咋了？我乖乖坐在这吃饭，招谁惹谁了吗？我们搬进去吧，太辣了，我有点热。进去吧，进去吧。我觉得这些一盘子能关掉。看我后面的食堂的感觉了吧？但食堂的感觉对我来说不重要，主要是外面太热了，而且吃这个辣的吧。就是我刚才不是说嘛，麻辣烫、毛血旺都是偏香为主，但是这个麻辣香锅真的很辣，就是一吃浑身冒汗的那种感觉，而且刚才还吃了一盘小辣椒，所以我还是准备进来好好享受我的好吃的。哎，这样守着这个食堂，我会不会一会儿再多要几个饭呀？你看那边全是冒着气儿的菜呢。这个超大的鸡翅是奥尔良味的。其实网易的饭，相较于我们以前吃的所有的食堂来说，他们这儿就是更精致更讲究一些，就是所有的菜呀你看都不是那种餐盘，他们都是一小碟一小碟自己打的，就是能吃多少要多少，光盘行动嘛。这个面我还没吃呢，吃起来感觉很有山西特色的那种面，你看上面肉丁、土豆丁、胡萝卜丁，然后还有木耳，还有黄花菜，也不是很油，感觉很健康的呀。这个饭里的羊排就是一整块的了，那种小羊排，这个就是有骨头的，虽然有骨头吧，但是骨头很小很扁。我暂且叫它是麻辣香锅臊子面。我最后一份饭了，虽然我很能吃啊，但是刚才那一碗面真瓷实，那一碗面得比得上平常我在外面吃的得有三碗。其实这个就可以当做今天的扣饭环节了吧。它这个西红柿炒蛋本来是咸的，咸的西红柿炒蛋，但是我不是往里倒了一份宫保鸡丁嘛，它就有点酸酸甜甜的味道了。其实相对我个人来说，我更爱吃那种甜的西红柿炒蛋。这柿子可好吃了，不是那种面塌塌的。你看我这么笑，你们猜我干嘛？要使坏了是不是？我知道这时候弹幕肯定会说今天没有留最后一口，但是呢今天最后一口我是有用的，就是没有留最后一口就是还没有吃完嘛。他们这是有那个西餐那个档口的在那边，然后听说他们这的汉堡是中午排长队可以排到1:30的那种，所以今天一定要吃一个他们的汉堡尝尝呀。
这就是网易食堂传说中的汉堡，看着也就一般嘛，哪有那么好吃的呀？你要一口。嗯，刚才做的时候我是看着他做的，我还夸了师傅，我说你们网易的柿子真的好好吃。三个字总结，料很足，就是你看啊，里面又有生菜又有洋葱，然后还有西红柿，连酸黄瓜都有，然后肉呢是有两片火腿，然后还有三片培根，总的来说营养很丰富。嗯，你看这边，但是我想给它提个意见，就是给它烤一下，就是稍微热一点，热一点面包就不会扎，那样的话会更好吃一些。我说事儿有点多了。这是今天最后一口。哎呀，这个真的是太好吃了。好，谢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关注。今天的网易之行结束了，今天是我吃遍互联网食堂的第二站，然后今天来到的是网易食堂嘛。总结一下，像往常一样总结一下，他们家这儿小碗菜没有一份是踩雷的，素菜我不知道，反正肉菜基本上都很好吃，尤其是猪肉。然后这种大碗的菜呢，我觉得最好吃的是毛血旺，因为我爱吃肥肠嘛，哦，也是猪的，不愧称之为猪场。然后传说中的汉堡虽然没有传说中那么好吃，但是西红柿私域出道了，西红柿超级好吃，我应该打听一下他们家西红柿的供应商是哪。这个跟了我一周了，我也要撕掉它了。哎呦，好疼！看，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记，然后不止手上，也在我心里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记。从此以后，网易就是我吃猪肉最好吃的地方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陪伴，拜拜，挥手一分钟。